境，场景已经要过了，大家不要动，不要动，不要动。白甘蔗。凤凰花还在开。你有去采过？不，你有去偷跟他偷拔一颗，咬了一口，结果牙齿都掉一颗。那是刚好在换牙吧，妈咪？不是不是，真的，一次我都吓死了。白甘蔗，白甘蔗真的很硬，很硬，那它的糖度非常高，对。都有开吗？对啊。黑糖都是。我们家是，因为我埔里人是种红甘蔗。看到了啊，看到了啊。